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。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。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。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。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三個後生仔，三個學生咧，即係嗱，而家講2019年嘅時候，佢哋都可能係佢哋係中學生嚟嘅啫，阿佬係嘛？咁啊，搶槍、搶劫啊，企圖啊，叫企圖搶槍、企圖搶劫啊，同埋阻差、阻差辦公啊。咁另外仲有睇佢總共啊告三個人啦。咁其中咧就熊仔餅即係俾佢開槍射殺不死嘅熊仔餅咧，就三條罪都成立嘅。嗰三條罪就係第一條就企圖搶劫，係嘛？阻差辦公同埋企圖從合法羈押下逃脫罪啊。嗰、那個企圖搶劫就應該係講個搶槍嘅喎，即係我嗰三條罪咁奇怪嘅真係。咁啊三條。罪都即係全部中曬嘅，釘咗啊！咁呢位法官咧，即係我哋睇下佢嗰個判詞啦嚇。咁啊，謝審志偉因為嫁咗俾個姓謝嘅，所以冠夫姓係嘛？咁佢咧就係好出名嘅一位，即係香港即係司法界資深人士沈晴個女。沈晴係做過應該做過終審法院嘅常任法官嘅，係嘛？咁啊～即係老豆係資深嘅司法界人士，咁佢都算資深嘅嚇。咁啊，佢老豆嗰陣時係娶個60年代嘅粵語片明星叫白露明嘅嚇。咁所以呢位審官都係嚇，即係司法界裏邊嘅，即係嗰陣時話靚女啦，係嘛？咁而家中年啦，區域法院法官嘅有機會做高等法院法官嚇。咁我哋睇下佢點樣判呢單案。佢係唔會理你當時嘅情況，嗰條差佬係嘛？究竟應該向天開槍啊？係嘛？定係喂？定係你有警告啊？咁冇嘅係嘛？佢唔講呢啲，佢唔同你講呢啲係嘛？嗱，先講翻嗰個控罪啦，就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啦，係嘛？咁啊就喺控罪裏邊咧就提到，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員 A， 條名都唔準寫，喂！佢執法係嘛？咁點解名都唔準咧？你話俾我聽，驚有人揾佢報仇嚇、啊？傳媒不得披露事件中開槍警員 A 嘅身份，大家都睇清楚個樣啦。咁如果而家有人播嗰段片，係嘛？睇到佢個樣嘅，咁又有人知道佢係邊個，咁係咪犯法先？咁佢就話啦，喺佢裁決嗰度。案發現場有不少黑衣人，亦有人稱警員 A 是狗，或以粗口責罵他。現場人士明顯仇視 A， 而 A 及後更發現他是在場唯一的警員。有人大叫就不要讓 A 離開，兩名被告未除白衫人就步向 A。其實佢嗰啲證供咧，即係你睇翻嗰段片咧，咁可以任佢點寫嘅。咁差佬咁樣寫，咁佢個法官就咁樣睇，就同意差佬所講嘅就咁簡單啦，係咪？咁佢呢一段嘅意思就話：喂，兩個被告其實告兩個人㗎，唔係三個人啊！我頭先講三個人其實告兩個人，因為我睇另外一段咧就睇錯咗，咁啊即係兩個人，熊仔餅同埋另外一個即係當時佢嘅同學。咩叫做鬧警員係狗或者粗口責罵他？咁就仇視 A， 嗰個唔係仇視 A 啦，仇視警察啦。點解會仇警咧？
因為你警暴啊嘛，你老尾啱唔啱？好簡單，呢個互喂互動噶嘛。喂，當時個運動去到呢個2019年11月嘅時候，差佬已經打過唔少人啦，大佬啱唔啱啊？對嗰啲示威者、和平示威者嘅嗰啲人實施暴力，已經 N 咁多次啦，令人髮指啦，嗰啲行為係嘛？警察已經係成為香港市民嘅即係敵人啦，可以咁講。咁所以你現場喂出現呢啲所謂有人話佢係狗或者粗口責罵佢，有乜咁奇怪啊？係嘛？咁即係話哦，因為咁就走去搶佢槍啊？係嘛？次次都有人鬧警察㗎啦，係咪？咁次次有人搶槍啊？跟住，屌我哋而家要講呢啲㗎啦，係咪？唔係講咩啊？梗係要評論佢嘅講法啦。咁啊，法官形容即係話呢沈志偉法官話，當時情況一觸即發，啊，屌，好似佢喺現場咁啦嚇。A 就按著槍，未能嚇退走近的人。對於辯方指兩名被告手無寸鐵，法官認為即使如此，眾人仍可圍攻 A 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。喂，大佬，你睇翻嗰個畫面，邊有人圍攻佢嚟嚟去咪得兩條僆仔，一個俾你箍咗落地下，係咪啊？最荒謬嘅咧就係話呢個警員呢、這個交通警俾白衫人襲擊喎。大佬佢喂，我哋睇到個畫面就係你箍佢埋去啊，大佬淨箍住佢條頸，箍住佢，另外就掹槍。咁跟住就話呢個手被告呢、這個熊仔餅咧就加入戰團，步步進逼，係嘛？於是就受多方夾擊，有幾時多方啊，大佬？得兩條僆仔，一個俾佢箍咗落地下，另外一個走埋嚟想制止你，你就揞支出嚟就對住佢就開槍。跟住呢位法官仲要話，除咗用槍，佢別無他法啦咁，真係無恥到極。咁跟住呢位法官又話 ：A 啊，即係如果當時失去配槍，將無法保護自己，認為 A 當時用槍合理。我屌你真係，我啲咩歪理嚟嘅大佬？佢有失去配槍咩？佢搶到佢支槍咩？佢又冇武器，乜都冇，條僆仔隻手咁樣養一養係嘛？咁啊搶到支槍，咦？喂，跟住電光火石俾你開咗兩槍，瞓咗落地下啦。另外嗰個又箍咗落地下啦。咁點會出現你法官而家講嘅嘢呢？做出撥槍嘅動作，掂到你支槍咩？點樣撥槍啊？佢認為手被告當時將槍撥向自己，佢動作唔係撥槍，講乜春啊，大佬？好快就開槍啦！咁啊，次被告咧就話當時打算營救同 A 糾纏嘅白衫男，係嘛？咁啊，法官認為次被告當時係專指 A 持槍嘅手，哦，咁呢個應該次被告係周柏君。如果照呢個咁講，係嘛？咁啊，法官認為 A 咧，除咗講述白衫男啊曾做手勢嘅證供之外，其餘講述開槍情況與影片吻合。啊，認為呢個警察咧就是、公事誠實可靠，咁啊公佈佢名啦，表揚佢啦，屌你有咩誠實可靠，啱唔啱啊？屌真係，咁法官認為 A 喺案發嘅時候正當執行職務，包括制服白衫人，但兩被告阻礙 A 執行職務並意圖搶劫佢嘅配槍，手被告合法羈押下逃脫，企圖最終裁定兩個被告企圖搶槍、阻差、辦公兩罪成立，手被告亦企圖在合法羈押下逃走罪成。全部罪名成立，喂，隻字不提，俾你開槍，開咗兩槍，瞓咗喺地下度，係咪啊？咁如果死咗咁點咧？死咗唔使告，咪死咗啦。其實當時嘅社會環境咧，呢一單嘢咧，係令到群情洶湧，亦都係導致即係往後。即係同警方嗰個對峙衝突咧，係升級嘅，包括中大、理大發生嘅事，係咪？呢個法官除咗不吃人間煙火之外，係咪？如果你話佢不吃人間煙火，係咪？咁即係佢冇留意時事啦，係咪？係咪？呢段片係控方提供出嚟，係咪？然後經過剪輯之後。
咁你又信曬控方提出嘅證據係咪？但係點解我哋香港人當時睇到條片群情洶湧咧？係咪？個個都叫個警察撲街咧？係咪？話佢係兇手咧？係咪？喂，咁樣開槍法叫做合理，跟住又唔使查，係咪？次次開槍都係咁，係咪？你話喂，好似美國咁樣，美國係人人都可以有槍，啲差佬就動不動就一定係掹槍嘅，啱唔啱？香港唔係啊嘛，係咪？喺美國嗰啲白人警察或者基於種族嘅原因，係咪？咁佢對啲黑人咧就特別關照嘅，係嘛？咁但係事實上，喂，對方可能有槍噶嘛，大佬係嘛？但係嗰兩條僆仔，大家睇到啦，而家講緊嗰兩個細路啊，大佬十幾歲嘅咋嗰陣時係，你話呢條差佬同俾佢射殺嗰、那個係咪相差起碼卅磅啊？你話俾我聽。呢、这個就係咩呢？香港司法制度而家係淪為極權鎮壓人權嘅幫兇。所以呢，區域法院法官謝沈志偉話交警開槍有理，係咪？你係完全唔會去睇下辯方啊，即係呢個資深大律師樂應鑑。講嗰啲嘢，你全部唔接受嘅，係咪？咁樂應鑑點都資深過你啦，係咪啊？佢一樣做過法官嘅，做過暫委法官嘅，係咪？即係所以樂應鑑肯打呢單官司，代表呢個周伯君，即係我覺得真係難能可貴。有冇錢收咧？唔知係咪？真係難能可貴。喺香港而家咁嘅環境。這個是人間地獄來的，基本上你看這些案陸續審緊的，你知不知道排緊隊來的，所以要記錄下來的，這些全部要記錄下來的，第二天就是有仇報仇的，必然的嘛。如果你在香港變天，這班人全部要計數的，是不是有版給你看的，屌你德國，是不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是不是有版給你看的，是不是就算香港都是的，香港當年都喂，香港即係重光之後，嗰班咁嘅即係日本戰俘，屌你逐個俾啲喂嗰啲苦主嘅家人，屌你捉出嚟係嘛？指認佢做過殺過幾多人，屌你全部喂，跟住就梗係你要慷慨赴死㗎啦，知唔知啊？你睇翻嗰陣時嗰啲日本仔，屌你咪你打靶打得人多。到後來你就被人處決了一樣，咁天道好還一定係咁噶啦，大佬，喂大佬，你做嘅嘢你自己要負責噶嘛，啱唔啱？咁我哋咪等咯，係嘛？咁你咪繼續喺度判啲人坐監咯，係嘛？好似呢啲學生咁樣，係嘛？當時當然人激於義憤啦，出嚟示威抗爭，好多人都係咁樣啦，啱唔啱先？係嘛？咩叫仇視 A？ 屌你真係係嘛？點樣搶槍呢？呢兩條僆仔係嘛？即係好奇怪，咁又罪名成立係嘛？跟住就要啊還押，跟住就要啊，你又判佢坐監。即係有時我哋講呢啲嘢咧，講到侵曬嘅，但係唔講唔得。屌你睇唔睇，我都要講噶啦。OK， 因為要大家記得，要記住，係咪？喺2019年至到2020年呢兩年，係咪？香港係創造咗一個紀錄，係全世界如果你以人口比例計嘅政治犯最多，就算你唔計人口比例，你700多萬嘅地方，係咪？佢嗰個政治犯啊，係嘛？喺近呢十年內啊，喺全世界都排第一啦！我話俾你聽，可以講呢個就是共產黨。休息一陣。